至足发癫狂病方至足癫疾方。九阴经上脘脘中三状，得小便通，则愈。右方，九阴经上三状，囊下凤二七状。右方，九两乳头三状，右九足大指本巨毛中七状，九足小指本节七状。右方，取停利一升，捣三千杵，取白犬倒悬之，以杖犬，令血出。成取以和停利末，服如麻子大衣丸。三服取钗。右方，浪荡子三升，九五升，自支出，曝干，自尽九指，倒服一钱笔。日三，物多，易狂。又短句癫狂浪荡散，浪荡子三升，末之，九一升，自多日出，倒之，以象之和角去子，汤上煎，令可丸，服如小豆三丸。日三，口面当绝疾，头中有虫形者，额及手足应有赤色处，如此必是钗后，若未见，服取尽矣。右方，莫防葵，温酒服一刀归至二三，深润幼小不仁为后。右方，自缢死者绳，烧三指搓，服之，凡癫疾，发则扑地，吐涎沫，无知强掠，岂如狂，反疑愤者，难治，至足发狂方，烧蛤蟆倒沫，服方寸笔，日三服之。九服，右方，卧其人着地，以冷水淋其面，为终日淋之，至足狂言鬼语方，真其足大拇指爪甲下入少许，即止。右方，以赠带及合腹两手，火酒左右斜，握肘头纹聚起，七状，须臾，鬼语自道姓名，起去，徐徐诘问，乃结首耳。凡狂发则欲走，或自高贵称神圣，皆应被诸火炙，乃得永钗耳。若或悲泣呻吟者，此为邪魅非狂，自根据邪方治之，尽效方，以生残指作灰，酒水任下，钗疗风癫也。复方斗门方治癫痫，用艾于阴囊下骨道正门当中间，随年数九之，千金方治疯癫百病。麻仁四升，水六升，猛火煮，令牙生，去子，煎取七合，但空心服，或发或不发，或多言语，勿怪之。但人魔手足须定，凡近三忌欲。右方，至狂邪发无时，披头大叫，欲杀人，不避水火，苦身以蜜丸如无自大，每服食丸，薄荷汤下，外台秘药治风涎，引邪牵痛，发作则吐，耳如蝉鸣，天门东去心脾，曝干，倒筛，九服方寸笔，若人九服，亦能长生。广利方治心热风涎，烂龙角浓言之，时上服二合，日再服。经验后方治大人小儿久患风涎，缠喉嗽，变身风疹，集中涎潮，盖此药不太吐逆，只出涎水，小儿服一字，刮地不限多少，细捻为末，壮年一字，十五以下，老妾半字，早晨井花水下，一时虚寒砂糖一块，良久涎如水出，年深涎尽，有一块如涎布，水上如箭矣，涎尽，十周一两日，如土多困甚，即焉麝香汤一盏即止矣。麝细浊，温水调下，西天平上书绝昏眩，即服之。取涎有效，明黄杂露云，开元中有名医剂，彭者，官人颜色谈笑，知病深浅，不带诊脉，帝闻之，召于掖庭中，看医工人，
每日兼则孝歌题号，若狂疾而足不能履地，彭氏之曰此必因食饱而大促力，顿仆于地而然，乃饮以云母汤，令熟寐，觉而失所苦，问之乃言因太华公主在旦，宫中大臣歌吹，某乃主殴，惧其声不能轻且长，吃豚提羹饱，而当言歌大曲，曲罢觉胸中甚热，系于气台上，高而坠下，久而方兴，病狂，足不能及地。